就要你偿命。桂小弟，别着急，余墨现在还没有来呢，再等等。是谁啊？竟敢夜闯偃徐天宫！你是谁啊？就是你，我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咒我。平日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没心没肺。现在，我就要你偿命。你是哪个宫的仙士？怎么从上面掉下来了？此处可是藏宝阁，要不是李湘已被禁术抬走，把守的天兵也撤了，我就要怀疑你蓄意偷窃法器了。快走！啊，不不，天兵大哥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不过是一个小的仙士而已。你们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啊？有一个人就是头发这样，一个男的，有没有？什么人？难道你还约了人合伙抢劫不成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要不？我带你到天牢里找找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走就是了，不耽误你们值夜了。这个余墨怎么又失约了？那神庙真的有这么灵吗？难道真的是我害了应渊君？龟小弟，龙王的赏赐已抬走了，但是你放心吧，我会再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希望能来得及。余墨，你怎么才来？戏已经散场了。只要灯笼未灭，戏就不算散场。